用暴力加以爱，你的痛苦，你的委屈，你的愤怒，我不想再知道了。用仇恨忘记爱。如果你真的知道什么是爱情，就不会这样做。你这样大过真的太过分了。一段复仇铸成的爱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？这该死的爱情，星期三晚9:30 ，Now 101台。